博士原配黎婉华私家看护的陈婉珍，因为获何博士垂青而成为三太，二人育有一子两女。何博士更加经常在传媒面前流露出对三太的浓浓爱意。阿太太话两个女女啊，好食好靓啊，多人追，唔介意佢哋拍拖、啊。唔介意，真系唔介意。朋友冇所谓。太太话事。系咪太太仲靓啊？咁样。太太几时都唔靓啊！何鸿燊家大业大，家中亲事更是有私房之多，堪比帝王之家。而家中有美人，便自然是不能让他们都邋邋遢遢的。因而只要是出现在大众面前，何鸿燊的太太们身上无不是精致昂贵的珠宝首饰。有一回，何鸿燊携三太陈婉珍出席活动，两人十分恩爱和亲昵。而这时候，有谁注意到陈婉珍的超大钻石耳坠吗？只见那钻石耳坠一圈下来，足有三颗明晃晃的大钻石，简直能晃瞎人的眼睛。不介意。真系唔介意，朋友冇所谓。太太话事，系咪太太仲靓啊？咁样。太太几时都唔靓啊！事实上，可不仅仅只有三太陈婉珍打扮得这么珠光宝气的，何鸿燊的每位太太都打扮得十分的尊贵。网友看到这也不禁感叹：果然是贫穷限制想象。